冲了亚洲天团争霸战。是我们的老搭档，今天是来看老哥的。哎呀呀呀呀，对呀对呀对呀，那我们现在啊，当然这个现在周六大挑战了，哎，感觉还不错，所以有没有看到再请芝曼回来帮我们加持一下？真的，那今天就再加入我们继续主持好，真的，四对四怎么样？哎，这也是一个好办法，这样子你那个酬劳会低一点啊。不，那我们说，这个团结就是力量，请起来 ，1 2 3 4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唱最大声的马哥先生，这边还有我们包庇天后王彩华，来来呼和盖小姐的彰化这个地方哈，彰化呢就是呢，人的东西也非常的棒，是是是，黑木耳啊，对对，我个人代言的，但是好不好？认识你这么久，第一次看到你脚踏实地，好好做。哎呀，你的高音那点呢？啊，贵人都跟你讲啊，唱一下，年纪年纪干什么？像话吗？新哥，我专门欺负小孩跟老人的，他其他于一身，有没有？新哥，我好不容易跟他吹两个小时，我都要点这么高了。OK 了，你等一下一出场，马上就要戴安全帽了。对呀、啊。你跟演员，你们两个是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拍《鸡排英雄》，我们是一起的，是姐妹淘气。哦，对了，听说《鸡排英雄》拍续集了，真的？他们演到第八集了，哇哇，简称排八，排八，希望你们这个那就叫鸡八的意思。像话吗？爱的奇幻旅程规则说明。这是个结合3G WiFi 的通讯科技，一边测搜稀奇人事物，一边全台爆笑啪啪照的全新游戏。由制作总部透过时下最夯的通讯软体，传送不同的特搜照片给3支队伍。每队需找到特搜照片上的人事物，并拍照回传总部即可过关。最快找齐5张照片之队伍即为本集优胜。本周线队找来帮手是翁兹曼，艾莎队找来帮手是马国贤。演员队长的帮手是王彩华，想要投入王彩华姐姐这一组的是哪位？哎，素颜哇，来，好，不要跑，哎呦，走就好，我只是想要，他刚刚这样跑过来，我就想要打第二波的主宰。还有第二波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武令雄帅，武令雄帅啦，对了，哎啦，真的，哦，这位，哦，辣妹，这个给你们，哦，好，欢迎。你难过什么？你难过什么？也没有。你难过什么？你看看旁边。A 什么 A？ 可以换吗 ？A 什么 A？ 可以换吗？换什么换？像话吗？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嘞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们三组就抵定了啊。好。来者是客，给你们先挑。来，那你挑，好不好？你挑。来，像个粉红色，绿的。不是自动挑吗？啊，你太久没挑，你喜欢粉红色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蓝色。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选对有颜色了，对不对？哦，准备好了没？好。准备好了没？好。准备好了没？一二三，冲！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找这个。对啊。哎呦，这也太难找了吧？哎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里有人问一下嘛，过来，偷钱在哪里买的？偷钱，台中，哎，孟姐，来一家，对不，这个人你认识吗？广东那边，真的假的？假的啦！哇，你开工回来，惊讶了。这个，先跟你这样打，他是你手痛，不是他头痛。不会啦，这个是机器人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有看过吗？虾跟猴，虾。就是红虾、虾猴啊，黑膏是什么东西啊？是很像虾，小小只的，然后它会用炸的方式，用炸的，对，哎，还是问一些比较真正的，来，你给我看过这个物件哈？没看过哎，这个点近视的，哦，近视哦，我点你近视的，有看过这个东西吗？是什么？我就问你这是什么？
看不出来。有人说是黑膏啊。是啊，因为我没有在吃这个。啊，你弄不来买菜哦。冇冇啊？我没买。哇。我只只讲广告。好嘞啊！哎，奥利桑，请问一下哈。叫奥利桑。啊，奥利桑就跑掉。这个啦，这个是什么？它是黑膏啊。黑膏在哪里？鹿港。是海鲜类吗？这里先生来自鹿港小镇，那个鹿港啊，是那个鹿港吗？是，阿亮，是，好好好，来，看看看，来上上摩托车，上摩托车，丢脸的全国看得到。再见再见，好，你们，再打电话给我，给你，再打给我，你们用走的回去，走走走走啊，对，哎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小天使带来的题目是什么呢？哦，题目来了，来了，大家。鹦鹉。其实鹦鹉这个在这边应该还蛮常见的，不会难啦、啊。我觉得路上随便问一个人，他应该都知道在哪里。但是我们是要找一模一样的这只鸟，然后要去找，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嘛，不会去找比较普通的东西，要找很特别的。特别的。对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要去问就对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先去问吧。好，一个。来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看过这个鹦鹉吗？有。哎，请问这个鹦鹉啊？彰化车站哈，男厕所里面第一个位置，会有一位老伯伯手里拿了一只鹦鹉。哦，这样子。你把它。哎是你们的。哎，就这样。但是他那只鹦鹉是黑的。哎，菜来，去买菜了。哎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。危险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。哎，那我们就去北鹿港，对不对？鹿港找黑狗。哎呦，哪有人是这样子的？啊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是你去厕所看一下？我去厕所看一下吧。好啦，好啦，那去问，我们去那个叫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什么提示可以给我们？哎、欸，我提示啊，他是会唱歌的。会唱歌的鹦鹉，鹦鹉通常都会讲，一般会讲话的，我看过。对，讲话的。唱歌的，会唱歌的，是会唱的。真的会唱歌吗？真的会唱歌。还是他只是对嘴放录音带？这种在我在歌坛上常常看到哦。你会没有这样子吧？这个过分了哦。会唱的鹦鹉，会唱歌的鹦鹉。好，谢谢我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走，小心。哎，请问，请你，请你。这是小吃吗？应该是什么饭之类的吧？是啊，就看见上面一块大块的肉，是空霸本吗？空霸本长这样吗？不是，不对吧？它是圆的耶。鲑鱼！鲑鱼哥那直播出来都没有看到你，你怎么变成两坨肉在这里、啊？可是鲑鱼哥怎么只有两坨？给点提示啦，不然我们再一直聊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什么？好了好了，第一个提示是如假包换的猪火腿控肉饭，而且它真的是控肉饭，一次会买五碗哦。可乐？啊？它的碗是很小吗？啊，哇塞！他刚刚已经讲说很好吃了，应该真的很好吃，所以才买五碗。哎呦，那我真想去试试看了。彰化的朋友，胸怀平一碗。因为我们下不去了，想要解开，所以有人可以控制告诉我们答案吗？谁来救救我？好了，先去问了，先去问了，想要解加油！哎，快来！在嘴上，好不好？有没有看到我的照片？你要在哪里？哎，哎，拍得好好。哎呦，在哪里？我一般不出门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只看到瓜。不要乱讲好不好？这是纳豆，好吗？哎呦，瓜哥怎么长得越来越像纳豆？虾虎掌。哇，吃起来不知道怎样，我没吃过虾虎。啊，这个，对，好。哎，我打开。对，啊，打开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，没有买，打开怎么好意思呢？啊，老板娘，啊，那拍开无买啊，你敢好意思？啊，你麻烦你达官拢给我拍。好厉害！哎，因为这样子，哦，这样，你敢客吗？我不知道哎。我跟你讲，小天使拿来做什么用的？试菜用的吗？小天使先吃。好。
好吃吗？嗯，好特别味道，好特别。身体有不舒服吗？OK 吗？可以哦。好吃哦。好吃对不对？其实很香啊，对嘛？您这个早一点拿出来就对了嘛。还要给你们吃的，对啦。阿关就是要找这啦。哎呀，观众朋友，哎呦，找了老半天，终于找到这个叫做虾猴的东西。来一只吧。怎么吃啊？直接整颗吃？直接一只。可是它前面头好像可以，头可以吃，整只吃。一架吃，一架吃，一架吃。啊，来。小姐师姐来不告示意了，很好吃的。OK 的吗？很香的吗？好香啊，对不对？我有外线哥。我要用。好香哦。好吃吗？这个吃要小心的，要不然会戳到你的嘴巴。对。要不掉下去。要给他吃一下，万一有问题，我们都 OK。旁边这个都是温建龙很嗲很做，一定要娃娃儿子。对，我跟你讲哈，一定要娃娃儿子。你捌看过这个物件吗？有。这个人你捌看过？这哦，这就是或者乌龙蛋的，伊的虾膏吼，就装料咧给我。乌龙蛋。嘿啊。专门抓的，对，自己抓虾膏。他是徒弟吧？啊，对，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只有一只手？对，啊，他这个在哪里出没？哎，伊哦，一进麦是差不多已经干干了，我到底一点都看。他住在这里吗？还是他正在底下卖？哦，他也摆摊子啊？哎，对，一样摆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找黑龙先生。呀。好累哦。哎，这个太难找了啦。难找就算了，而且今天你看看，这个冬天还这么热啊。对呀。找得要命，现在其实怀疑哦，小天使在整我们两个。对呀，他可能觉得，他可能觉得你五年多没有出来录这种节目，我想要骗骗你。您说，你是不是跟宪哥套好的呢？对啊，真的没有，真的。你想让我们输，对不对？那太难了，他很用心在找，哎，是真的。真的吗？太用心了吧？哇塞，我看不是用心哦，感觉是没有良心哦，在害我们哦。真的哈，哇，那怎么办嘞？刚刚什么声音？啊！那什么声音？看看，你朝着声音走了呢。哎，那什么声音？哎，哎，鸟大哥，鸟大哥，对，马哥你好，马哥你好，你好，是有，这不是刚才听到是鸟大哥的声音哦，鸟大哥的声音，所以大哥你姓鸟啊？不是，我是大哥，是你的声音吗？是他的声音，对，他的声音很大声的，哦，真的哦，鸟中之王，这是有理之刚，哎，不是他很想咬人是不是？哎，不是啦，他很欢迎，你啦，欢迎美女，你真的吗？对，他一直咬你的手呢，不是啊，你试试看他会不会咬你。就是要咬这样子，还有势力范围，对，真的，那还是女生摸他比较多，也试试看那个，可能，不会啦，试试看啦，咬一下不会痛啊，不会痛，美女不会，那他不会，试试看啊，那你好可爱哟，你咬我，你咬我。好可爱！会痛吗？不会痛。你装那么大声呢，我也很痛呢。你要给他断。朋友，他为什么咬是用转的？男生不摸。哎，为什么不拿他？好漂亮哦！那大哥，请问一下，这只琉璃金刚，对，它有什么样的才艺吗？有啊，它会咬钱。会咬钱，咬乐透。我给他摘黑。今天礼拜五，对，有乐透，大乐透，假给了。真的，今天他可以带你幸运中大奖。你不早点讲，等一下就可以了啦。真的？对呀。好，那今天选。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哦，要一派100块的菜价哦。一百块。一百块换一亿，很对嘛？那可以啊，没问题啦。这可以表演给我们看吗？可以啊。那等一下就可以秀了。OK， 好，来，谢谢。快点。你就是没有拿钱给他。我要钱给他。对啊，他都脱掉了。我把我把
我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紧张啊！他不会压你的。太恐怖了！他不会压你，来再一次。不敢讲话了耶。嗯。来，给他咬着，咬着，来过来，明明过来，明明。好厉害哦！一姐，一姐，看一姐，来。感谢，感谢，哇塞！今天赚了100块，是他的奖。好厉害哦！啊，现在他要咬一个乐透，给你中大奖，真的哦！真的哦！来，太厉害了！婷婷，来，孩子，来，孩子，快进，快进！哇，乐透100块！婷婷，婷婷来，你干嘛呢？婷婷。太惨了！我们大奖我们的乐透包，我觉得我被义务抢劫了。我觉得你很紧张哈。对，我紧张了。哎，飞好远哦。好像是这一间哦，它有写控肉饭，是的。可是他们是都是圆的吗？什么东西圆的？我说那个肉啊。啊，我们进去瞧瞧就知道。先去看别人桌上的好了。掌柜的，好吃的全上了。好圆哦，真的很圆哎。请问这小姐，您知道恐怕本来是过来插枪嘛？这什么？全身上下都好圆哦。怪不得吃了一碗会爆碗。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开放啦，也不知道金牌英雄的始祖在哪里。这都要穿成这样吗？是蛮凉的，不冷吗？这是你们本店的特色吗？是哦。那我们这样就找到了，应该算过关了吧？那就 OK 了吧？没有啊，他们是有姐弟对姐妹的。所以我们其实是要找这一对姐妹吗？对，是姐妹。刚刚是有一个，我们找到一个了嘛？找到一个，还有一个。那不好意思哈，你们这样很难找呢。我们刚找到是这一个还是这个？对。我们这样很难分辨呢。就自己，就我们就假装一下，为了过关。可是我们自己看着办，对，我们自己看着办，不然呢很难找到说到底我们刚刚看到是哪一个，好不好？所以他们是一对姐妹吗？对，他们是姐妹。那就直接问他的姐姐或妹妹。来来来来来，对，那你是姐姐还是妹妹？我是姐姐。你是姐姐，那你妹妹有来吗？啊，爸，我肯定你是这个啦。为什么？怎么的分辨法？衣服吗？啊，冬天比较冷就穿着是这样的。对。嘿、hey, ，对你今天没，sorry， 今天没有掉的比较高哦。对，那个橘色的有没有？那个橘色的有没有准备一下？我回去翻一下。不要了。那你妹妹有来吗？不然我们要拍完照才可以过关。我们现在可以过关的，不然好辛苦哦。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，是不是？那等等，你们先吃吗？可以吃吗？谢谢。那你们家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配菜的？猪脚饭，这个不算，这是空肉饭。那我要猪脚，我要猪脚。好，太好了，这看起来是白鱼。白鱼哥，不对啦，彩花姐错了，这才是白鱼。白鱼，大家朋友这么久了，要走也要跟我 say goodbye 啊。会当公家呢，咁样入口即化呢，而且好入味啊！我本来以为它会很咸，结果因为它完全没有咸的那种感觉。是。我来问一下，哎，头家娘，啊有迄个乌龙大的多哈，无手的嘞，一手的嘞。哦，装虾乌龙的对啦。乌龙大有没有？应该连了吧？无吹到人嘞，啊无干脆吃一杯热的。哎。你敢来怀疑我袂给你钱啊？你嘞？
我敢喜欢白吃白喝的人。你呢？我已经请你的。不爱不爱，就一个另外。这是别人的。甘蔗汁。你要吃热的还是凉的？热的热的，两杯。热的两杯。两杯好。好好。那我们share就好了哈。对啊。这一杯给你。我们喝这一杯。我们一起喝吗？我跟他一半。今天姐姐回来了。姐姐回来，你要稍微下去休息。喂，来来喝一下，喝一下。甘蔗汁热的耶，都是带美女。对，好棒啊！好好喝啊，下次带你。下次带你，顾客。不用。不行不行不行，25块给人家啊。不用啊，因为我要请你。我请啊。你来是我们幸运啊。今天我来哈，明天你生意大爆满了。谢谢。哦，两大你伫倒？我厉害你。厉害你啊，在。因为厉害你也好了。我给你吹了哈。呵呵呵。谢谢。呵呵呵呵。你看这老板娘多好相处啊。热情啊，热情啊。的乐透哦，真的，大哥很久呢。对，大哥，哎，我，外乐透，啊，叫过去啊，那么多，过去啊，哎呀，小米，你都无较注意哦，你休手底，无啦，你来，哦，我来，你也知影哦，你这帮艺人哦，我趁钱去拍场面啦，那100块钱也是钱呐，对呀，你这乐透你要再帮我咬回来嘛，没啊，他不见了，讲哦，给你那个骗你的啦，嗯。在裤袋里面还有一份呢。啊，有老师，哎呀，给你送500万，谢谢啊。好啦 ，OK， 还有些头奖有没有？真的，哎，希望能他如他所愿呐，真的头奖了哈，恭喜发财了，也祝大家观众发财了。嗨，恭喜发财。不过，度假的胶啊，不是。是不是琉璃的颜色？怎么现在回来？这个是现在是宝贝的鸟宝贝，鸟宝贝，鸟宝贝，对，它宝贝在鸟宝贝在哪里？哎，它等一下会唱歌哦。还有最难得的哦，这鹦鹉竟然造船哦，还有超神奇，附上海豚音的神鸟鹦鹉，究竟唱歌有多令人叹为观止呢？广告后，鹦鹉宝贝的小型演唱会马上开唱。我的天儿啊！台湾竟然有一头很爱罚跪的牛，你保证没看过。我们怎么叫它跪啊？对啊，它听得懂我们在说话吗？不然这样，我们用那个牛语跟它沟通一下。魔，你这个不害猪，你敢跪落去？爱罚跪的乳牛到底为何会喜欢罚跪呢？保证让人惊讶到落尾感的惊奇内容，广告后马上登场。